我自己解决的方法其实也非常传统，就是先吸再捅。先吸什么呢？先吸这个。你的故事都好奇怪哦。我从泰国买回来，这东西也是用吸的方式，然后它很特别，是它里面那个药材全部让你看得见，它是那种凉凉，闻起来是这样，先吸凉凉的，然后里面有一个网纱，然后里面全部都是它那个药材中药材的味道，绿油精的味道，类似这样的东西，你就是先吸，你不会喜欢，对你不喜欢这种味道，哇塞，吸完之后整个人精神气爽的时候，再拿这个来捅自己，我会把它推后脑勺，你用刮的方式，留下这边有个穴道嘛，因为它这样一个一个很方便，所以你就这样子捅。捅完之后我会疯狂的刮头，前面这个侧边太阳穴的地方跟这个发际线这个地方，你就是疯狂的梳。我跟你讲，梳完之后你整个人是清醒的，真的。然后这个东西更厉害的是，我你知道我已经一个多月用它，我会这样子捅这边，每天早上起来消水肿，压下去之后往上拉，可以消，对，可以消。我大概捅了十分钟。如果你头上有很多那个头皮屑，你再用它用脸，所以你会清啊，因为它是铁的，它可以清。然后你知道我这一个月，我每天弄完它之后，我的脸都红红的，你就整个脸感觉热热的，血液循环变好，对，循环变超好。后来我发现我那个痘疤淡好快，真的，而且我觉得我最近的脸好紧哦，我没有再打什么音波之后，我就发现哎，我不是有诊所的那个预约，我那个不是打皮肤。不小心拔到，可是我没有在做拉提这件事情。我发现用了它之后，我那个整个皮肤的好紧哦，因为可能代谢变很好，那个痘疤都淡超快。有一次我在家，我们在看脚本，我们现在不是都会用手机看嘛？然后我这边看看看，结果我儿子跑过来说：“妈妈跟我玩。”我说：“好，等一下妈妈在工作。”结果你知道我儿子跟我说什么吗？他说：“你明明在玩手机，还说你那边忙，你就骗人。”对，哦，我就整个牙了，我会觉得他在呛我，你知道吗？我呛他说：“妈妈在工作，你看脚本，你要录六集，你看得懂吗？”我就真的是莫名一把火就冲上来。行动的。然后我觉得妈妈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你每次在炸完之后，你会冷静下来说，就会觉得对不起他在干嘛。对，刚刚是我吗？刚刚是我吗？对，怎么伟如妈妈变成这样？不是平常都和眉善目的吗？怎么会突然变这样？所以你的那个内疚感就起来，我就说我到底怎么了？然后你就想要买东西补偿他，还是什么对他好一点？对，因为你跟他道歉其实没有什么用，因为他已经忘了，因为他被吓到了。他说我妈妈怎么会变红姑婆的那个感觉，因为太突然了。你是有吼他吗？就是用吼的，因为那一股气冲上来，然后被他激到，你真的没有办法控制。你吼他什么？我就说妈妈是在工作看脚本，你看不懂吗？这六级六级六级。检讨自己，说我到底为什么最近这么暴躁，就是很容易生气这样。然后我回想，真的是因为工作压力啊，再加上我很少吸一个东西了，就是我自从有了小孩之后，我就不吸蜡烛的香气了。因为我有了小孩之后，我也差点蜡烛。对，因为点蜡烛对我女生来讲就是一个舒压，因为它有香氛嘛。可是因为有小孩之后，蜡烛是有火的，所以我担心小朋友去玩这件事情。我想，哇，那怎么办？那其实你可以跟你儿子互相滴蜡烛舒压。那个儿子不是跟老公玩，对不起。只有你这种妈妈想得出这个，对，有一些蜡油其实是可以保养的，你不知道有些香低温的，对啊，我就讲的是，他讲的是一般的蜡烛，好，拍谁？对，但是因为蜡烛有火，我们就没办法嘛，然后我就自己去找到这个蜡烛，它是不需要火，但是一样有蜡烛的香味。哦，真的假的？这个很厉害，这是那个美国那个很有名那个牌子，然后你看啊，我已经点它点到出水，就那个蜡已经出来了。我它是有点像吗？很香，是也是温度下，它是温度下去做的，所以你不需要点火。这个是洗衣粉的味道，对，它是那个棉被香香味，它就是美国很有名那个牌子。棉被，对，它不需要点蜡烛，你只要把这个东西放在这上面，它就会融出蜡来，所以是安全的。然后它是插电有热，对，它是会热插电就可以了。我很喜欢点蜡烛，很常你蜡烛灭掉的时候，那个烟很臭，而且点蜡烛它最后尾巴不是会黑黑的，它其实又是不好的化学，对，听说这个很不好，对。我就后来改成这个东西，就哦，就脾气改了很多。这个好哎，对啊，可是刚刚讲那种就是脾气差或肩颈酸痛，其实有几招瑜伽动作是很有效的，跟刚刚的那个呼吸法是一样的，看起来很简单，你只要坐在椅子上，虽然有点蠢，但请大家跟着做。好，你就吸气，把脖子跟耳朵就耸肩嘛，拉近，拉到最紧哦，吐气用嘴巴，哈，有没有很松？吸有哎，拉越紧，然后吐。放越松，对不对？吸拉越紧，吐。我们好像邪教，我讲邪教。我们是哎，你也看我们一排的那个邪教。哎，可是我告诉你，在家哈也不用人看得到。可是我刚刚他们说这个哈是会帮助你放松，你整个细胞有哎，真的感觉肩颈这边松掉了，对，所以睡觉了。对，所以因为它就是你吸吐的时候，它这个
哈，你自然腹部会放松的，就回到腹式呼吸。你就很紧绷的时候做个10次，你就马上就会放松，真的有效。